郑群义是新的爸爸，这是我无法度改变的。啊，不过我即摆改的关系，严格来讲，都是亲人尔。好，安尼我问你，假使阁予你一届选择，阁予你一届选择，为着新的，你会选伊，还是选我？你哪会问这种问题啊？这都甲妈妈甲女朋友到底去海底要求啥是共款的啊？我甲你讲，新的是我的禁忌。 无人会当卡，无人会当批评，嘛无人会当代替啦。好，我甲你说嘞，我即马甲你回信嘞，用字无？我无应该摕信嘞来逼你做选择。啊，毋过你敢知影刘小姐拄仔讲着信嘞时阵，我毋知影我会当做啥。好惨，就全世界都干阿林芬了解你。我啥物拢毋是，伫我看来，你林芬呢，信嘞才是一个花仔人。我。 我只是一个外人，离婚的离婚的，你就是咧食野草，然后我去信内遐嘛。你声声句句讲你会当接受我的过去，接受我有过一段婚姻，接受我有过一个囡仔，结果你根本都做袂到嘛。若是安尼，你根本都无应该找亲像我这种离过婚的查某人交往啦。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我愿意接受你的过去啊，啊，不过你甲离婚呢？离婚的原因就是无共款嘛。离婚就是离婚，有啥物无共款嘛？拄则刘小姐已经代替我讲啊。 恁两个人，下离婚真正的原因，毋是因为恁无爱，是因为恁的囡仔心累发生代志，恁两个人才会离婚的啦。你即摆听我的意思啊吼，我害你真正给过去放袂去，是有原因的。你若阁继续活在过去哦，你甲林芬呢，毋管经过偌久，拢无可能真正会结束啦。迄是你个人的想法啦。 我头壳内底有郑群义，所以我都应该甲伊做伙。你敢会想伤济啊？我即马总算是知影，是安怎你这种公私分明啊？因为你李思源这种无良又搁爱计较个性，若是予别人看着啊，毋知会损失偌济客户咧。你要安尼？你要继续安尼？哦，像你这种哦，讲一套做另外一套，真正是悲哀。 是想讲一套做一套啊！哈，是你呢？连我头壳内底底啥你都要管？对啦，我是悲哀啦，因为我今日同意甲你这种查某人做伙啦。林美金，你到即马是听无我讲话重点，我无要控制你，我无要管你，我只是爱你甲林妹的过去，特地放袂去，敢有比这呢困难？你敢知影？你对过去的留恋。 是啦，歹势呢，互你一个人伫咧客厅，一个人看电视，而且阁袂用开声音。安娜，这有啥物通好歹势？只是美金无伫个吼，我有淡薄仔无聊，无人陪我开讲。唉，讲到美金吼，我甲欢乐因也是知影阿母摕文上阿爸地客去借钱，毋知是啥物反应。啊，最近吼，伊嘛拄着真济代志。你莫想遮济啦。 我想这件代志吼，伊今早办的知影。美金，你倒来哦。嗯，你倒来啦。看阿妈吼，安尮做家己厝内底。美金啊！伊的心情敢若明天好咧。是啊，我足久无看伊遮尔生气啊，毋知是发生啥物代志。还是讲连刚才也讲啊？ 袂用的啦，离婚阿母的代志一定要予伊知影才会用的。阿母是阁出啥物代志啊？
代志就是安尼啦。啊，因为伤过严重啊，我甲志成就无互阿妈知影。无怪阿母进前会向我敲电话来公司，讲要甲我借钱，原来是为着要害贷款哦。哦，林德文啊，林德文，你是安怎拢学袂晓驾驶啦？敢若会孝顺要发财，竟然连阿爸做厝都摕去抵押，你讲有啥物代志做袂出来啊？好袂起笑啊！毕竟你较细声，阿妈伫房间咧睏咧。你是安怎啦？你不要紧无啦？我家己代志拢处理袂了，阿母佫甲阿母接触啊，还是公平啊？你敢会当放我煞？你到底要我安怎啦？破通电话甲我通知，无应该嘛爱甲我报告一下，伊股票控制了安怎？喂，啊，哎，田翁太太哦，你好你好，我张太太啦。啊，哎，请借问下吼，我顶摆甲你讲个代志，你唔知有甲恁翁转达无？吼，吼。好啦，无啦无啦，哎，我唔是要逼恁翁啦，我真正是最近吼手头嘛足硬的，所以讲哦，我唔是要拜托吼你甲恁翁讲，我拜托伊投资个300万的资金嘛，先存100万倒转来给我，先给我救命一个啦，对啦。啥话？你讲恁丈夫伫美国走咯，厝囝走啊？真是要安怎啦？假使文扬进厝，若报袂掉，若是去会知影，伊一定无放我煞的啦。没关系，微笑的月。